大家好，我是安史守绘。现在我们要画钢笔人像，我们画的还是一个男性的头像啊，他就是奇异博士，Doctor Strange。首先，我们看看今天这张图像，从我们作为观察者的角度来看，它是一个标准的正面头像，五官端正，而且左右对称。另外呢，光源是从正前方偏右照射下来的，所以主要可以看鼻影在什么地方。它现在在左下方，所以可以判断啊光源的角度。第二个呢，是有一个第二光源或是反光在左侧阴影的地方，所以构成了左方结构的脸型轮廓，光影对比也比较强。所以有明显的光影交界的轮廓线，结构光影我们看清楚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动手画了。以下是不说话解说的示范，方便大家专心跟着一起画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